欢迎大家收看由星际老男孩为您带来的韩国 SPL 的战队联赛。那这场比赛的双方对阵是由 CJ 战队的 Nangla Nok 对阵的是 Genial 战队的 Cure。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生点位啊，地图来到了桑罕自己出生在地图下方的黄色的丛书选手，就是来自于，哎，啊，说错了，来自于 CJ 战队的 Nangla Nok，而出生在地图上方11点钟方向。绿色的这种选手就是来自于基尼尔战队的 Cure，这是谁啊？这个是，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这时候我必须要吹一波了。这个名选手是一名非常伟大的选手，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知道以前的有一个叫神族梦想家的选手吗？他是星际的选手，他是第一个开发宇宙天空流的选手。他就是 Nara，这名选手的实力，我告诉你们，当时离本座只有一步之遥。他现在带着孩子啊，过来看比赛，也是非常不容易啊，这些。以前很多的星际一的老选手，其实偶尔还是会看看星际二比赛的，因为他们就觉得其实还是蛮好看的，节奏很快。看完比赛之后，回家之后睡觉，去意淫一下曾经搁在辉煌，对不对？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活在 YY 之中，各种脑补，每天在那边脑补。哎，录了录了，不要慌，录了。Nara 真的有点强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去，如果说没有打玩过星际的玩家，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Nara。反正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来啊，这个开局啊，已经双方都已经开好了。Q 是选择的是死神开二矿，一个非常正规的开，但是他的第二个兵营非常快，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这个给我感觉好像要打一个前期啊，要两矿打一个压制。好，一个枪兵来风侦察，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两船枪兵去压制这个打法。Q 这个流程非常像。然后 Nangla Nok 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裸双之后提出口开，然后开三矿，但这个三矿的这个基地呢要稍微早一些。好，下个地堡，这些都是骗人的，待会儿我就告诉你们，待会儿两船运输机出来的时候就是要你命的时候。但是呢，这个点位我觉得两船运输出来并不能够打到什么东西。太远了，你两个人就出来之后，你空投过去，其实队友什么都有了。而且 Nangla Nok 这名选手，他的爆兵能力是非常强的。军坦铺的也很不错。好，死神再过来看一眼，跳上去应该能看到吧，强行上去看你有没有二本。好，看到了，没有二本。好，懂了，你的科技很慢，但经济很好。那我这个两船运输机一波压制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那么远的地图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两船运输机拼一枪的战术？万一你在途中，你在飞行的途中被对方的一条小狗发现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好了，已经开始投。这种战术其实我觉得在什么埃迪昂废墟这种图或者比较小的图上比较好玩，就是能够打之外，其他好像在那么大一张地图上用这个战术，除非你真的没有被对方看到，
你的运输价看到了，那爆一波狗呀！好，直接先去压三矿，这狗爆的好像有点少，三个女王应该能守住，不要慌，不要慌，强行点运输机就可以了。点运输机啊你，不要打枪兵啊！哎呦，这个转弯没有打到。再一投主矿已经这样的话就已经没有机会，再扔运输机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个时候不可能让你投下来了。因为你这波兵啊已经打不过这波小狗了。对手的攻防很快，而且你为了投这个两船运输机的这个战术啊，导致自己的经济非常慢，三矿很慢。好，再两船再过来，这两船兵如果还没有投到东西，就基本上就输了。哎，漂亮点，不敢点啊，毕竟不是唐马路。又是两船兵，带地雷的。后面能不能包抄上来把这两个女王杀了、先秒一下军坛也可以。哎，双线走了呀，走了呀，对，各种双线搞，效果并不是很好，也就这样的效果。又是两船运输机过来，这什么战术，什么鬼，他是今天过来作秀的吗？啊，他是个韩国选手，怎么可能被你这种多线给打死？你正面又没给压力的，这种多线都防不住，怎么可以成为一个韩国职业选手？就算你三线，对手只要提前在那边提前有兵就好了，提前放一波狗就可以了。你这种三线都能够成功的话，那我只能说，那个 Note 有点弱。你看没有，各种的跟随你的这个运输机啊，好，你从那边来，兵到狗到，哎，漂亮，一点都没乱啊！你看到没有，各种守得住，怎么可能守不住这种？好，你过来还能被反攻打，哎，差一点，地雷，哎呦，运上去了，好，又来。管不过来了 ，Q 已经管不过来了，你管不过来了，飞龙塔好了，啊，强行点，你看 Q 已经管不，他已经没有点女王了，如果他早点点女王，这两个女王都得倒，好，防守住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啊，这种多线，我觉得你如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什么 IA 这种，我觉得你都打不死。三矿开那么慢，对手四矿都已经开好了，攻防一样的，而且是这个图那么大，又是个龙狗毒爆。我已经提前宣布这场比赛 Q 已经输了，我们要恭喜一下 CJ 啊，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那个Junior。哎呀，相信我呀，妈，我看得懂局势的呀。这种局势怎么可能输？三矿刚开好，对手四矿都开好了，攻防又是有优势。哎，你出飞龙呀？你为什么要出腐化嘛？啊，但没关系，出腐化稳一点，你看到没有？十面埋伏，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先抓掉一船。没有问题。哎呀，这多线打的有点溜嘛。但是这件事情这个都无所谓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攻防不落后。三本你升啊，三本你再升了。其实我觉得出飞龙是最好的，因为你龙狗的话，飞龙的机动性比腐化要强多了，你又可以去骚扰对手，防守空投起来比腐化要好。但出腐化嘛，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哎，但是你抓不到，腐化抓不到，哎，可以，哎，被加速跑了。你看，就出腐化就要被这样牵制，如果出飞龙的话，你至少不管怎么说，你至少能够抓到一边，对吧？哎呦，
差点形成一个包抄之势，各种的多线在搞。哎呦，这个地雷，但搞不到太多东西啊。这种，你的运输机到狗到，这就是韩国职业选手一个基本功，最基本的东西。这个地雷已经杀了26个单位了。好的，来，好，抓掉，漂亮。你正面这一波过来，怎么可能能打得过吗？毒爆变起来，对不对？军坦虽然铺得很不是很好，但是可以忍到他到军坦上的时候再打。这一波，但人口有点少啊，这牛塔有点造的有点。三本有点慢，而且没有敢从，难道不会吧？哎，漂亮，这个抓的很重要，这个招太重要了，整场比赛的关键。好，来，打一个超级大包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嘛？各种 F 二你招得住啊？好，来，但是对手的这个阵型很好，但架不住兵多啊。有点打不过啊！天哪，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种都能够输？四矿那么早开下去，但你如果是出感染虫加狗毒吧的话，你军坦又铺的不好，对不对？那就出点感染虫嘛，你出个三四个感染虫，告诉你这一波是不可能守不住的。你看你有那么多的气，有1500的气，抱着1500的气就死了。哦，我都无语了，这一盘打的。前期对手这种骚扰你一点都没占到便宜，那么亏，而且三框那么慢。김동선수도진짜빠르고잘뽑고기본기가탄탄하기때문에4강을가는겁니다정말지독하게견제하다가견제를하다보니까어느새말只能说南安道士打得太菜了，真的太菜了。好了，2-2，我们准备大江战。